其实我的左耳听力不太好，对，它是有点问题的。那如果说有人在我左边跟我讲话，然后群戏的时候有人在我旁边这边，他跟我讲东西，其实我听不太到。如果听不到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丢球。那我总经理呢，他就很贴心，他会一直待在我的右手边这边，就是跟我讲一些，比方说我没有听到的事情。对，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，如果他站在我的左边的话，那他的受伤的耳朵是贴近我的，那我讲话他听得到。那他同时另外一只耳朵可以接收到工作人员的指示，那这样拍起来他应该也比较安全的。对，久了也习惯了，因为我本人也是就是偏右脸人，所以你是全方位的，所以他刚好左脸，然后我刚好右脸，他也给我很多拍摄上的安全感。最后是变成像这样，不过对，真的很谢谢，真的很谢谢。对不起，对，我伤到听神经，开心，让大家请转，让你转，填起来，填起来，哎呦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好，哎呀，勾脚了，勾脚了，痴情的儿子，我愿意做我的主，这个 OK 吗？来，好，来，哥哥右手边跟你们挥手的。就是说你命定，比方说我开玩笑，你们心里有一个角度要什么，可是他对你也有固定一个角度，好像有一些小故事，对你这样。是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。应该不能说是角度要求，是说我的，其实我的左耳听力不太好，对，它是有点问题的。那如果说有人在我左边跟我讲话，然后群戏的时候有人在我旁边这边，他跟我讲东西，其实我听不太到。如果听不到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丢球。那我总经理呢，他就很贴心，他会一直待在我的右手边这边，就是跟我讲一些，比方说我没有听到的事情。对，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，如果他站在我的左边的话，那他的受伤的耳朵是贴近我的，那我讲话他听得到。那他同时另外一只耳朵可以接收到工作人员的指示，那这样拍起来他应该也比较安全的。对，久了也习惯了，因为我本人也是就是偏右脸人，所以你是全方位的，所以他刚好左脸，然后我刚好右脸，他也给我很多拍摄上的安全感。最后是变成像这样，不过对，真的很谢谢，真的很谢谢。当初受伤的时候，其实就有想过，到底该不该从事这一行？因为我很怕现场，因为我真的很常听不到指示，包括摄影大哥跟我讲的东西，或导演跟我讲的东西，什么东西我都听不到，我要重新再问一遍，我怕会造成大家的困扰，会延迟拍摄进度什么的。但是真的好险，有一个人愿意在旁边帮我重新传达那个话，或是我听不到的时候，或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候，我问他，他都会告诉我。那耳朵听不到不是先天的，是后来的，那是后天造成的。发生什么事？我很喜欢练习空翻这个运动。那我有一天在练的时候，我就翻，然后不小心太用力，我就撞到墙角。那个时候我就脑溢血，然后去住院，然后就伤到听神经，所以我左耳才听不到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去年一月。啊，这么近？去年一月。那左耳就是我们这样讲话，你都听得到吗？我要在正侧我听不到，如果稍微有点歪。所以你现在跟他讲话，他听不到吗？对，而且他越靠近我越听不到。你靠近他太近了。王继生，不好意思，王继生是谁？王继生是谁？一般人对话，如果这样，我就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他有声音，可是会很糊，会像你在水里跟我讲话，就对，他会变成这样子讲话。那你一开始有跟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听不到嘛，这倒是没有。不过就是有别人跟我讲，比方说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害我们两个的关系会突然变得，他会不耐烦，就是讲什么东西啊，对不起，再讲一次。然后呢，他又重讲一次的时候，他没有意识到是我没有听清楚这件事，他的声音没有放大，然后我会再问一次。然后到第三次之后，他就开始很不耐烦的跟你讲话。对不起。
刚到旋，对不起，再一次。刚到底是什么？刚到旋，伤到神经。啊，对，我伤到听神经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